106年全国语文竞赛即日起至27日在台南市办理，新竹县代表队共69人将参加演说、朗读、作文、写字、字音、字形等，涵盖国语、闽南语、客语、原住民语等18项竞赛项目。县长邱进纯经25日授旗给代表队，并致赠旗开胜利果、橘、苹、柿、花生，祝福新竹县代表队吉祥平安，好事发生，为县争光。教育处表示，为让竞赛员的参赛实力能更上一层楼，教育处规划多项培训课程，提供竞赛员更好的训练资源。九月现在之后，遴选出新竹县代表69位，并开始于东兴国小等各校办理集训课程，在各项语文领域专家学者的指导与训练下，历时一个多月，每一位竞赛员的实务技巧及专业能力都进步不少。新竹县代表队征战全国语文竞赛，县长邱进纯授旗并致赠旗开胜利果，托记者长四虎传社201711/25。新竹县语文竞赛代表队历年参赛成绩斐然，105年度66位选手代表参赛，有17位选手勇夺全国前六名，其中更有4个项目获全国第一，更蝉联6年团体精神总锦标第一名，足以显现优异的团队精神，实为新竹县之光。